生活中其实你也是一个摄影高手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这么快乐的过程，而且还有这么多靓丽的模特，有没有为他们经常拍一些全照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分掉。刚才得意忘形，吃太多了。因为刚才一吃呢，我觉得这爆米花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吃减肥蛮多的。啊，随便说说，太饿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吃看这爆米花，我觉得吃起来感觉跟以前吃不太一样，因为就想到十一用爆米花杀我一脸的那场戏，在戏院里面，我就觉得一边吃，然后一边回味着在拍戏的点点滴滴，然后真的。